很重要哦。来，我们请大厨一步，好不好？看我们的十碗面已经准备好了。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要请这个大厨把最后的这些配料帮他们加到每一碗当中，好不好？师傅，我来哈，随意加哈。啊，不是，好看。八碗是这个啊，八碗是这个。这一看起来就应该是你最喜欢的那个麻辣火锅的是吧？八个人都选择了和陆大厨一样的最爱的口味儿。多放点什么？芥末。多放点啊。芥末。我好想采访一下你的粉丝都什么心态啊？就是嫉妒是吧？就喜欢这么坦诚的。好，现在有八碗是小鹿最喜欢的麻辣火锅，还有两碗是分别什么？芥末，芥末，芥末。哇，这应该是那个牛肉的吧？是不是？全倒进去，全倒进去。好，现在已经调配完毕了。来，有请我们的李小姐给我们的这十位 VIP 客户送上由我们的陆大厨亲手为大家调配的这些健康美味的好面六凉面，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李小姐给大家送上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特别说一下，那其实呢，我们每一位购买了这个九九爱六凉面的消费者，在10月7号到17号之间，都为九九爱汇聚大爱愿望成真24小时愿望面馆公益行动送上了愿望指数。那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的愿望指数就迅速达到了77万7777。哇，厉害厉害吧？厉害厉害。所以那我们的这个公益活动会把爱心送到什么样的地方呢？这一次的公益行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也请陆大厨和现场所有的朋友一起来看这段 VCR， 好不好？请看大屏幕。